创作这件事情，它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。被大家支持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其实不管是做什么事情，在这一路上都会遇到非常多的人，会有同伴或者是一生只会见一次面的这些，但不管遇到谁，我都总希望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尽管我们可能这一生只会遇到这一次，如果我可以保持这个想法继续往下走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影响世界一点点吧。我忘记带脑袋出门。带脑袋出门。还没做，他也是。最接近音乐的职业。钱包、钥匙、包包。巨蟹座。巨蟹座，巨蟹座。片尾的感觉，